你能想象深夜还能和朋友一起热血跑步吗？没错，那就来挑战跨夜接力赛吧！这场跨户追日跨夜接力赛北台湾站将在4月20日登场，跑者们可以自行组队，5人或是10人的队伍挑战北台湾220公里的赛道。从第一天的清晨到迎接隔天的日出，每一个棒次跑7公里后接棒，一直到隔天完赛，是对精神、体力还有残酷的友情大挑战。参赛队伍需要自备补给车，10人接力挑战组要在30个接力点接应队友，从宜兰五老坑风景区起跑，一路到淡水渔人码头，期间团队要互相照应，全队一起共进退。还有跑者笑着说，一起跑完跨步，不是绝交就是生死之交啊，感觉有点狠。另外，这场赛事的奖牌也是相当的特别，每届都会有东南西北4个站，奖牌上刻有各站的特色景点，集满4站。就可以把奖牌拼成一个台湾的轮廓，中间还可以系上台湾的图像，非常有纪念意义哦。想要考验友谊哦，不是，是要挑战自我的跑者，就赶快找朋友一起冲一波吧。